你把那个声音调到最大，顶部，左边，对。连车都没有，其实。这个是放在存储里边用的，小车，那个，你可以右手可以点连机，然后它就加速。我们这边看一下说明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我真他妈累。太大了这屏幕，玩这种双持的游戏太累了。
骑个自行车骑得这么屌，方便。放一下是啥？这样没死，还能继续走，可能能抢这个上。果然可以抢。别人想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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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人想
打这龙江那会儿，那边儿挨着跟着跑过来，等他们给我打电话，别放下，不要列子，咱们在这个天津的不错，这个老本事，一进门一瞧，北方人吃饭这都是咱啊，嚯，我白过一块儿，哎，我们泡的多，别熟悉是吗？不知道是。直接就从哪天开始就测出来了，再也是因为，那就好几年前了，那年嘛，其实他跟我说怎么说啊？说干啥呀？他对不起别人，他挂上自己的名，他说是打的是记者，他说把别人给打了，他说把别人打了，没有，后来地主拿着刀了，全都。你跟他说，开始就怎么了？开始说说狠话，这个呀，他这个干嘛呀？哎呦，你咱你能够吗？啊，对吧？嘴让成条成条从哪儿拿烟去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就得跟人家，人家我那天真让人没心了，后来就忘了。我媳妇儿那阵儿就在。就半年拿这事儿，说你这帮朋友，你丫也是操的，真是的，就是真的，就是腻味他妈给腻味开门，腻味到家。